假如是是是比学习。欢迎到有参加本次的期末大比，谁能获得第一名将得到飞升大佬留下的绝世圣技小学毕业证书。我修炼地阶功法五师，甚至月姬击败过初中道友，学习榜前三名，谁敢来挑战上前一步？那是我来。天哪，小品才上三年级就月姬挑战六年级学生，六年级可是最接近初中的存在，连月三级挑战他是不想回了吗？自不量力，窗前明月光，疑似地上霜。不得了，此子竟会玄阶诗句静夜思，小品要如何应对呢？原因天灾！我三年级修炼惩罚口诀时，才勉强学会，一一得一。没想到小品年纪轻轻，竟已练到了九九八十一大圆满境界，将来成就绝不在我之下。惩罚口诀不足挂齿，看我机变偶不变，符号看消息。哇，这是初一千阶功法三角函数，难道大力是故意留其隐藏实力？小品这次完蛋了！动物灵儿给你一击必杀，恐怖如斯。小品竟然倒背出了圆周率，这可是高中强者都不一定会的招式。对不起，我认输。你没事吧？还是卡蒙确实够年头脸挑头脑。太卑鄙了，竟然用中文夹杂英文攻击，传了中文死招，一辈子说话都要支支吾吾，又一个天才要陨落了。何人敢伤我徒儿？法宝，全是顶级法宝，三年模拟五年高考。喂，是小品妈妈吗？你能抽空到学校来一趟吗？小品考差了，我马上揍他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挂了。喂，这是声音定制软件，只要导入想要的声音样本，就可以生成一模一样的朗诵语音。小品最可爱。这下终于弄好了。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谢谢老师，帮我派一架无人机到小品家查看一下。收到。小品家窗帘基本上都关上了，只能看到小品的脚好像在窗口晃动。我怀疑刚才接电话的并不是小品妈妈。哦，为什么？刚才电话里我只是请小品妈妈来学校，但并没有说是为什么，可是接电话的人却已经提前知道了，我是因为小品的考试成绩。有道理啊，没想到小美老师推理能力这么强。但是如果刚才接电话的不是小品妈妈，那又是谁？小品很有可能被绑架了，刚才窗口的晃动脚应该是小品正在挣扎。赶紧去小品家救人！小品，我来救你了！小品老师，你至于拆我家大门吗？我已经在收拾小品了。这声音怎么？嗓子发炎了，叫人帮我装了电脑发音软件。哎呀！想要什么呀？是从宇宙水晶来的。宇宙水晶，那就交给他们呀。校长，我们有责任是拯救世界。不交给他们的话，你们连自己都拯救不了，别说拯救世界了。可是，谁说我们拯救不了世界的？我们回来了！太好了，中小队集结战斗！一共39.86块。收你50，找你0钱。是老爷，真是笨蛋，这你不如过来送你的钱。哎呦，来就来吧，还送什么礼啊，太破费了。这可是大喜事，我高兴了。校长，今天该发工资了吧？哦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今天状态不好，资金周转困难，要不您明天再来吧。校长，我给你准备好了，不要求。行，我是啥？是不是少了500？这是你的饮料。
呢吗？给我喝两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自己喝呗。刚才我放在桌子上的农药呢？什么？这是农药？我全喝了。风采了，风采了！青儿子的眼泪就是好听。小皮，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。真的？哇！你怎么还记得我生日？赶紧许愿，变美、变瘦、变白、变有钱、变聪明。好了，说。来，等等。啊！我刚买了新蛋蛋许愿礼物，可划算了。许完愿再还给他们，反正这个蛋我们也吃不完，不如先点餐吧。那我点一份鸡排，一杯草莓饮料。不用点了，我自己带了点鸡粉，不是就可以喝。你这个刚刚我就是这样的。我太不渴了。服务员，我这里有两张免费的鸡排券，给我们上两份鸡排。对不起，这个优惠券一天只能用一张。没事，我昨天也是点了一份鸡排，你们跟我再认识吧。请问还需要点什么吗？对了，你们这里吃饭还能抽奖是吧？对。鸡翅和鸡排好了，我要一份农村鸡套餐。我这里刚好有一份特价美食，你这卖给你。好啊。小皮，你不吃吗？我的鸡排过敏，没事，我自己带来。我怎么饿？我不吃。你不是对鸡排过敏吗？你是我的鸡排还敢不过敏呀？喜欢了这里的泉水，都太昏迷了。我们没事，你们快不怎么事呀。只能由一个人去完成三个挑战，就能获得能治愈一切的圣杯。眼睛，你照顾好的吗？我去了这个圣杯来看看家。第一关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不受使人欲动还。清明要清楚。接下来是小皮，小皮在我心买的玩具，嘿嘿，什么？小皮爷爷皮的肌肉记忆在学习，是我的。这下看你怎么写。是我格局太小，学生那么努力，我却要谈恋爱。分手吧，小强。爱学习的孩子们，我回来啦。谢谢老师，小皮都是家里呀。什么？他第一次第一次这么家里。我连夜给你们再找50道卷子。哎，你看他，你让我们不能改变这个内卷的世界，你去改变自己。冲啊！由于这个班的同学们互相追赶，良心竞争，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。可是第一名的三位同学今天无法亲自到场领奖，因为他们学习停不下来。我可以不够，恋爱可以不谈，但这篇建议大家命还是要的。别写了！我是不是笨笨，我放弃这个平凡的又洗脸，那我一个人就完了。
这位天。